就还是其实是不够的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固定的有固定的赞助文化，就只是单单现在是就是那个大中华，但是只有一个政治上只有一个大中华啦。对对，这如果你们现在比起炳顺跟李维的，你觉得他们赞助费还差很远吗？是吧？哦，差很远了，他们都 logo 都满了，他们 logo 满了，满了，他们的都放到满了。哦，我们是只有一个吧？对。哦、你是开始起步了，说你们希望可以跟找到满的啦，满的又比较收入会比较稳定一点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当然是越多帮忙要帮助越好啦，有赞助是越好啊、哦。像我们的比赛经费全部都会不用自己去负担。这样你们又要一边打比赛一边要找赞助商，这样你们是不是会觉得自己会超级忙吗？真是忙得很夸张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反正你说我是训练又要找赞助商又要谈，然后我现在还有在上大学的意思还没有完，所以其实这几个星期来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辛苦的感觉啊，因为很多时候训练的时候都整个人很疲劳很累，然后可是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经过的东西，我实在因为赞助是对我们来讲太重要，所以是没有办法的。